玄黄法本记载，轩辕皇帝以九天玄女符令，将麾下战死的将军和将士灵魂封印在丰都铁朝山上，赐予诸等永生不死的能力。但同时也失去自主意识，只能听从法师布施无力要钱。天寒地隔月明，凡诸法官不可用阅兵，凡用阅兵者死入丰都，永作鬼群。